走在前面那个小丫头，就是百戏团挑大梁的叶凝芝。这小姑娘倒是有几分姿色，接下来才是好戏开场的时刻。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见钟情。我看那个魏大人一定是喜欢上小姐你了。喜欢我，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 我倒是想先问问你，我可不可以亲你？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可以让你这么在意呢？这是男人的房间，就这么冒冒失失的跑进来了。你什么时候去我家提亲呢？今晚亥时，永德宫库房见。放肆！你可知道，在宫中，只可以动心。 不可以动情的。你与他做了秽乱宫闱之事，居然还敢叫本宫放人？是我先行了魏大人的，是我纠缠他。明芝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一起去面对。有你在，我去哪儿都不怕。 真的好迷人，希望皇上能够重用魏国，让他披甲上阵，为大梁效力。明芝，我必须明媒正娶。我等着这一天。我是不是可以准备嫁衣了？那你最近要少吃一点，不然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嫁衣都穿不上。怎么那么说？